美国波士顿举办了跳水竞赛，比赛时是阴天，观众都包得紧紧的，但各国的选手热血竞赛，最后男子组由罗马尼亚的选手获得了第一，女子组则由澳洲选手拿下。新闻最后一块带您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